我和我的团队很高兴能够和市民一起为香港开新篇。我会在十月公布第一份施政报告，我会就我的选举承诺和社会关心的议题提出具体措施，能做事做到事的政府，以结果为目标做实事。今年的施政报告公众咨询，欢迎你提出意见，你的意见会帮助我们向前迈进，为市民谋幸福，为香港谋发展。